来，木扭蛋超值礼盒哈，62,975钻，这个感觉是一定要抽的哦，这种九折的。好，十颗扭蛋券哈，开始计算，钻石礼盒直接买完，15张、25张哈，现在已经25张了哦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抽到再说哈，先抽到再来弄天赋这些。现在25张帝王扭蛋，准备开抽。来啦，现在26张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够。木幸运扭蛋券，太多，哎，74才对。100张，好不好？100张，开抽，到底会不会跟那个什么球衣一样这么黑呢？那个三井的外套黑到一个不行。哇靠！哦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是资料啊，真的不要吓我啊！哇，一抽就中资料，我真的会。直接大爆发、啊，直接大爆发！帝王框必中哦，好啦，第二次十连抽，特训卡又是特训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又是特训卡，第五次，第六次，超过了吧？第七次了，第六次，再来是第七次，五连抽，第八抽，这里好了。框第一抽就抽到啦，视讯可以不用吧？我干，我开视讯你们还嫌啊？我操！特训卡应该是要跟大家说的一样啊，都要180以上，感觉没那么简单啊。还有四次哦，头发帅，因为今天有装法 Seto 啊，平常我都是很邋遢的，不开视讯的，今天有 Seto 过开一下，靠，腰没了。怎么那么快？再买100张，直接用钱砸他。我们直接用钱砸爆他，砸爆阿姆，好不好？再买100张，舒服。扭蛋扭起来，飞吗？120抽啦，还不出来？出来，把林杯出来。第二页可以抽了，哇！怎么那么坑啊！他妈的，一次要抽两个啊！我觉得这抽应该会中了啦，差不多了啦，该出来了啦。等下暂停一下，150，暂停一下，我们来活动看一下啊。150哦，那再来，我们又回到这个样子了哈。再来155、160、165、170啊，中了！170抽，谢谢大家，170抽。先喝口飞在快乐水压惊，有吧？算是运气不错了啦。我听你们说什么180、200的，170耶！我可以去抽第二页了，舒服。羁绊神奈川双臂抗老加一，再见！直接抽第二页。我要那个特质全能，我要那个特质全能。我要特质全能，我要特质全能。特训卡。最好不要再买了，我不想再买了，就这些就好了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要特质全能，没了。两次500点，我们要的是这个多一点欢呼这个全能，哦，这个听说是阿木专用的，有吗？有吗？先这样子，再500点。Yes， 有了有了，中了中了！我这样子是多少啊？大概220多左右吧，大概啦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直接升级啦。进阶一键升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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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是最大等级。来看一下羁绊，直接全满。他跟宫城良田还有藤森剑师哦，有这么多东西。再来，他跟藤森剑师。也有很多东西，神奈川双臂，在海南核心刚好三只我都有练，全满羁绊全满的一个木生一，再来是这个啊梦幻组合仙道跟木生一也是全满，舒服，这个把它抽一抽好了，我把它抽掉 ，OK， 那、我们先弄那个商城的啦，全部买满，直接冲了啦，30张木的木生一特训卡，先把它点一点，
帝王意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点这个。我现在2000多张了，有没有看到我2000多张的这个技能卡？这个就是平常有在存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全部点满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来升，我们先升这个幻变跳投好了，好了，中投命中加1%。帝王拉杆，哇、哦！这球有帅，我、哦、杆好帅。接下来是一闪而逝吗？突破被阻截几率减5%。帝王上篮，靠腰啊！没有技能卡了啦，怎么买啦？卡不够了，卡不够了，我。有钱没地方花，就是这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有钱没地方花，没技能可以练啊，受不了了，太手太痒了。我们先试玩一下，好，这个都算，前面这些都算简单，然后再来是帝王速投，暗王帝王意识在按投篮是不是？哦，很难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没有什么难的啊，啊，有点难。来哦来哦，我要用出来了，各位看清楚了，画好行车，把具备有 game 哦，好，把具备有 game 哦。哎、欸，怎么按不出来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按错了，要按这个才对。有没有？帝王速投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啦？这个很简单的呀、啊，对于我这个手速很快的人来说，完全不是问题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么秀，帝王墙头，好，这一球我看一下，好，一般的这个跳投的情况下被扒，要马上按帝王意识，再按帝王墙头，这什么鬼啊？有谁看得懂他按什么啊？哎、欸，还好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训练完成了？我还没训练够啊，再一次。太难了，好帅哦！我决定了，以后就是 man 这只角色了，帅，真的帅！看清楚了，各位，还给我啊！再来一下，来哦，各位看清楚哦，帅！哇、哦，这球真的帅，真的跟漫画里面一样。这个角色感觉超帅的啊！太帅了，这一只我一定要把它练起来。什么帝王速龟头，就太哥呢？那我们再来呢，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来配他的天潜能。哎，我问一下那个专业的灌篮高手爸爸好了。Hello。啊，有人。啊，来吧，请问阿木的潜能怎么配？潜能的话，黄色带那个内线干扰。哦，那不然我先把它练到三级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就先用三级的就好了。干，聊天室一直要我花钱就对了，内线干扰。那再来，绿色要带什么？那个控位强化。我阿木的这三个潜能我全部都没有，哎、欸，我等于知道重新再花一次钱再把这潜能弄满。好，先这样子吧，我们现在潜能有206啊，206应该堪用吧。好，商城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只能买一张，30张先，来，这个先来。
靠，100张，我有没有看错？你们有看到吗？他后面这三颗全部都要100，100，100，哎，你们看，全部都要100张，哎，要修哦，差21张嘛，差17张，这边看有没有东西可以领。靠腰啊，一张都没有啊！有了有了，够了吗？各位观众，100趴，帝王木，厉害了吧？剩下的钱呢？要不要直接来弄钱呢？今天直接狂到底了，可是也没办法，这个点数也没办法全部弄到5级，有点难。去排位领3000钻，去哪边领？去哪边领？排位3000钻去哪里领？谁教我？点排位赛。我马上去排位赛。我殿堂王者，哇，好帅，好帅！3000钻，舒服。好爽哦，这官方送的就是不一样哎，抽起来感觉特别爽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有没有？好像还不太够哎，靠腰，继续抽。好啦，干了啦，10剩15点了吧？你们甘愿了吧？应该不会再叫我花钱了吧？没钱了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呢，潜能已经提升252了，厉害了吧，各位？我先去练习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觉得我需要再练习一下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难，这只角色真的难玩。Thank you.